你说，大火灼破人的肌肤是什么感觉？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九灵的冰肌玉骨，可碰都没有过。九灵公主已经死了，她已经死了，死了！你这样做也无济于事。 你这么折磨自己有意义吗？啊！他没有，他一定没死。我疼，你要相信我，他一定没死。 他一定在一些地方等着我去找的，九灵，天涯海角，我朱赞发誓找到你。